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。今天是2018年的8月5号，礼拜天早上7点钟左右。那我的奶奶，又煮了她最拿手的白粥，跟那个炒蛋给我吃，让我当早餐。那这个也是我最喜欢吃的早餐。就是白粥配蛋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好吃了。见啊！好啦，接了。你叫我吃，6点就起来做早顿给我吃。好，奶奶，谢谢，我爱你。你跟谁在讲？喊你讲话啦，啊？喊你讲话啦。你姐姐。好好好。